观众朋友晚安，欢迎下午的2:40收看《九三要赚钱，趋势百分百》，我是晶晶。我们赶快看一下今天台股大盘的表现了。台股在今天开高之后，一直在平盘附近震荡，不过这震的还蛮大力的。我们看到今天最高来到16203之后，就开始翻黑了。那中场呢，虽然还是上涨了，不过那是尾盘的时候突然这根上涨，让大家也蛮惊讶。上涨了15点，收在16149，而成交量呢来到2136亿，量能还是没有放大，还是缩的情况哦。不过整个大盘这样的一个状况进入16000的保卫战之后呢，这个鸿海的情况也蛮惨的。今天的鸿海呢，哎，从台股的这个市值二哥呢换人做了，换成联发科。鸿海的这个市值剩下1.31兆元而已。那今天的鸿海跌到了94块钱。有人说，哎，鸿海可以进了吗？怎么看整个大盘以及个股的表现呢？赶快请教我们专家，轮源投顾王信杰分析师，欢迎您。哎，晶晶好，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大家好，晚安。所以我们看到台股今天震很大哈，尤其是大家关心到的这个鸿海啊，或是 AI 啊，在今天的表现都是比较普普的情况。那鸿海有人说，哎，虽然受到这个大陆的这个打压、查税的打压状况，这个股价在最近往下掉了，今天来到94块，可不可以进场的呢？我想第一个，你说整个针对今天大盘加权指数说震很大，我是觉得也还好，因为今天的高低震荡也大概在百点上下附近的，好，也没有像之前动不动一天震好几百点，但它就是上去下来，它就是一个上上下下一个震荡这里。那其实这个我们记得在上礼拜跟投资朋友讲过嘛，你看这种2000多亿的成交量哈，那就很清楚告诉你，那就是整理盘，区间整理，对，没有带量的中长红或者带量的长黑往下灌，只要要出量之前都是整理盘。那第二个，刚刚晶晶可能帮很多投资朋友问到鸿海，因为毕竟鸿海也是很多广大投资朋友手上都有这档股票。那我记得上礼拜跟投资朋友讲过，说短线跌升的随时会反弹，尤其如果说今天鸿海的量也是非常的大，我觉得说这种量再大，短线不管哦，未来这礼拜、未来明后天有低有低，应该可随时又会做短线的反弹。可是我讲的它是反弹，是反弹。中长期投资或者你要存股的投资朋友们，我觉得你都还先不用那么急，因为你说现在今天跌到94块多的鸿海，我怎么谈也是百元上下。对啊，那你光你买90几，谈到百元上下，其实我们讲真的讲白点，你只有没有很大利润，4-5%利润而已。那你干嘛去拼得那么辛苦？对，那其实我们都觉得说，什么时候去买鸿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如果你真的对鸿海有兴趣，想要存股的投资朋友，很简单啊，等到下次大空头要结束的时候了。那时候你去看，如果真的大空头来的时候，鸿海不是那种90几块，也不是80几块的，应该都还有更低的价位可以让你买得到。那你说什么时候大空头才会即将结束？是现在吗？现在大空头来，我说不是嘛，我说你等到那个美债获利了结的时候，你再回来买鸿海，我觉得应该都还来得及。我个人看法没有改变。那回过来说，整个大盘指数是一个震荡整理盘嘛，其实这礼拜就是有联准会的礼拜四的联准会的一个利率决策会议。那再就是现在是不仅是美股的超级财报周，台股现在是开始陆续在开法说会公布财报。那也看得出来，现在就是法说会如果优于预期的，股价可能大涨反应。比方说，你看到联发科都今天的一个大涨，你看到所谓的一个包含 PA 已经跌了1-2年了，跌到可能大家都已经我看了忘了它是谁的文茂，只是说可能未来半年会比较好，股价就今天跳空涨停板上去。对，那威刚从109跌到整个90几块，也觉得说未来这半年会好。股价今天也做个短线一个比较像样一个跌升反弹上来，可是如果你会发觉财报只要低于预期的，那股价就要先跌再说。所以在整个财报在公布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个股的挑选你一定要精挑细选。所以我们看到，除了记得在上礼拜提醒大家，很多在高档的股票你要提防补跌，尤其如果有一些高档开始转弱的，那之前投信买很多的哦，但是只要一旦股价在高档转弱，你就要小心哦。那小心投信到时候的一个停损停利的一个什么一个卖压出现，对，一些股票投信今年可能从上半年一路买的一些索马的股票，一旦现在你在高档看到它转弱，你就要提高警觉。另外一种就是可能一直盘跌了1-2年的，从之前爱做梦的什么车电啊，做到什么一些一样，那最近你会发觉只要财报不预期，可能在低档会随时大跌下来。所以我觉得说个股的选择性很重要。那这个财报周跟联准会的一个利率决策会议
该怎么面对。待会我会简单的把我个人看法提供给你做参考。不过听清楚哦，嗯，财报周跟联准会会这个都只会影响短线而已，哎，不会改变我对整个波段的看法。另外，在整个国巨哈，八月份跟你讲的四百多块，跟你讲国巨，基本上我爸归扣，大家都要看国巨的，对不对？你看那时候四百多块，只有叫你买。涨到五百多块，你看法人就看出买进报告的，是对。那威刚哦，在整个这个月也是从哦九十块上下附近涨到107块，好、哦、获利了结之后，良辰美景前两天上来，我都讲过，股票你不要趁它涨去追，但是今天有一个回撤季线，可不可以买？好、嗯哦，回撤季线可不可以买？如果当你一档好的股票哦，有机会的标的哦，未来我们说产业的基本面有机会成长的标的。如果回到整个季线上下附近去买它，会不会是属于低风险好、嗯哦、高报酬？会不会是属于低风险高报酬？那该怎么操作？待会我不会把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另外我们在上礼拜有稍微跟投资者解释过，为什么伟创找卖点，技嘉光宝科找买点，虽然今天很多 AI 股票也是开高走低，是收回下来。是。那伟创不是上礼拜传出卖掉印度厂，好、啊哦、路上几十亿 吗？对。对呀、啊。但是为什么你会发觉股价还是涨不到哪边去、嗯嗯？其实就很简单呐、啊，你仔细去看看内容。好、哦，这个我在今天在友台的盘中连线都讲过的。第一个，他卖掉印度厂的卖掉的金额其实是低于预期，原本预期可以卖高一点，他还是赚一些钱、嗯。但是现在卖的金额是低于预期。是。好、哦，那既然卖的金额是低于预期，所以他的这个卖掉厂房的业外贡献度。那就几乎没有很大的什么业外贡献度、嗯嗯。那唯一这个卖掉印度厂、嗯，那个法人想尽办法给你挤出的那种一点点利多在哪边？因为未来明年开始少了印度厂的折旧、啊，所以 EPS 明年开始可以多0.5元。大家听清楚哦，不是多五块哦，多零点五，多0.5元。他说如果少的印度厂的结那个折旧的费用、嗯，那个费用大概可以当。好，伟创 EPS 大概多0.5元。好，所以你会发觉股价为什么没有什么好，那种什么激励人心的振奋的地方？我想就是在这边。那原因你为什么我觉得说这个你应该找卖点？好，反弹找卖点。然后光宝科跟技嘉这边压下来，我反而是觉得说越往下压，空手投资方你要越应该要懂得建立清晰。那当然手上有这些哦，技嘉、光宝科投资朋友，你如果听到我讲这样在讲，好像说我不在诅咒你的股票，就找你的股票赶快跌哦，你心里也许听得不高兴哦，我跟你说声公开跟你说声抱歉，我是说这些股票下来，哦，你应该是找买点，你不要之前在高档去追160、170去追光宝科，360、350、360、370、380，甚至说任何时候300块以上去追技嘉，你今天回过来看。我相信都不用多讲，绝对都是错的、嗯。那你不要犯的在股票上，我们常在讲的最大的一个机会在那边，也就是所谓的人性弱点，高档贪婪。那真的跌深了，随时有机会做反弹。嗯，好、哦，我没有说回升哦，嗯、我也没跟你在那边画梦画大饼，什么 AI 未来10年大商机哦，对不对？我说跌深的这个反弹，当这个跌深的大家在恐慌害怕不敢碰的时候，会不会反而出现一次？很好的跌升反弹买点，甚至叫做所谓的一个右肩的逃命坡、嗯哦、那这个右肩的逃命坡你该如何掌握？我想我们待会我会把我个人看法告诉你。当然这个是一个短线或短波段，你可以看良辰美景、哦、强反弹当然可以留意 AI， 毕竟我们必须还是坦白讲 AI 的短线价差还是比较大一点点、啊哦、那如果你是波段投资的好、哦、像这个、哦欸十月要过去了，剩11、12月份，今年底、明年初要陆续交屋的，好153的勤美，这个我讲了，真的不晓得上个什么，好像5%91%还是什么，那个你去看那个网络上那个实价登录那边，591，对，你就一定可以找得出来勤美的这个它的一个勤美之声到底什么现在的销售率是如何？那你说什么时候要交屋入账？我唔知呀，蛮不。直接打电话去公司问一下嘛，嗯、或者你真的还不晓得，好、哦，更想更明确的，那你就真的花点时间，跑到勤美之声那个建案一下，好、哦，那个建案那个建案实地去问一下，
啊，我没，你假装你是买的啊，我是某某谁，我在你们这买的一间房子，啊，家门就我们当时家屋，那什么时候可以，我什么时候可以入住嘛？啊，你大概就心里有数，知道说，哦，这个其实离家屋入账时间越来越近了，哦，所以你会发觉，其实最近在整个，只要它回到大概34-35块。股价就已经相对比较抗跌一点点，一定有原因的。那当然，我觉得中长期的一个投资的投资朋友，你如果属于比较中长期投资的，或者你是定存到期的，到期的，我还是跟你讲，你要注意还是美债的 ETF 这次跌的，错过这次我看到至少8到10年你就不用讲了。那你又，那我相信谈到整个美债的 ETF， 现在应该越来越多的，不包括你看美国一些华尔街大师哦，现在都开始转向了哦，建议人家要怎么样？弃股买债了，对，包括台湾的很多的分析师，或者说很多人都开始也认同说，金马好像买美债比较安全，是，对不对？又比较不用伤脑筋，因为我们必须坦白讲啊，最近做股票我相信会说好做的没有几个的，真的啊，但是我必须讲，我们那个同业专家、投顾老师讲的话，你或是那个业务讲话，有时候你听听就好。为了做生意，稍微也一定跟你讲股票很好做啊，好，但是我们必须很客观讲，现在真的选股。很要很用心的选，要精挑细选，要选对股票你才会赚钱。我相信我讲这些话，投资者你绝对认同啊。今晚做股票哈，你买股票绝对不是乱枪打鸟的，你不要那边乱射飞镖，你就会赚钱的。你们发觉你哈，一定要很小心翼翼的选股票，你才有机会赚钱。但是如果你觉得现在做股票做的这么伤脑筋，而且今年你会发觉一月到现在10月底，10个月过去的很多人。曾经在今年曾经在股票上赚到钱，我们不要说过去嘛，今年曾经在股票上赚到钱，但是可能现在都连本带利吐回去了。不管你曾经在军工、在绿电、在航空、在观光、在碳权，甚至大家当初最热的 AI 赚到钱的，我相信其实我不用多讲，18%-19%都已经连本带利吐回去的。啊，如果真的做那么辛苦，我就说你就没在嘛。真的就是美债，哦，这个一定是相对一个低档区，好，那影响美债的因素，我想讲我们啊，影响公债殖利率的因素很多，好，很多人说啊，现在美国还要发债，现在还有什么什么因素？我要跟你讲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哦，影响那个美国公债殖利率的短中期的因素会有很多，除非你真的是太在意短线，但是你要很清楚知道，最后的根本在那边，好，为什么叫做？债券与利率，债券的价格与利率成反比，所以最终的目的，我不管你说你现在谁在供给需求怎么样，好，那这个都是只会影响短线，真正的影响一个波段的就是中长期，就是债券的利率跟债券的价格是成反比。那你说债券利率、公债殖利率是短线会有波动，可是你要看的是谁，还是联准会的利率，听清楚哦，每。国的公债殖利率短线会有很多的因素造成短线的波动，一下有人看好，一下有人看空，一下经济数据好，一下经济数据不好，好，这个会影响到短线。但是中长期你去看，绝对跟联准会的利率呈现正相关。是，这句话你要记住哦。我相信应该市场没有人会这样跟你解读。真的。对，因为他们看的都太短了。一下公债殖利率每天在那边波动，在那边看，心情跟着七上八下。好，美债的一个公债，那个美国公债殖利率，中长期绝对跟联准会利率成正相关。是啊，我就讲白，你什么时候看到联准会降息，美国公债殖利率会大涨？好，一两天不要算，我说一个波段哦。好，一个降息循环，那我一年的大概美国的联准会的降息循环一般是一年哦，大概一年左右，那个一年的降息循环里面，你看到美国公债殖利率会飙吗？啊，你看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将近两年。你看到美国在升息，你会看到美国公债殖利率会跌吗？绝对是跟着涨嘛。对，所以中长期你回过来，美国的公债殖利率看的就是联准会的利率。好，那现在谈到联准会的利率，那不是这礼拜是清晨？对呀、啊。哦，2点钟台北时间，礼拜是清晨2点、又要怎么？又要跟你讲答案了。对。好，那这个答案的过程当中会怎么变大？我们就来谈到第一个，针对指数，你看我在整个上个礼拜。是吧？这根长黑打下来的时候，大概在16100点以下。
我们指数还没透过大财富，我公开告诉你找短多的买点。那今天早盘不是冲高上去吗？我们大财富的多单今天在冲高，大概接近16200点附近，我们做获利出清的动作。好，我们今天做一个获利调节动作。好，该买的时候我提醒你买，我相信这一根长黑跌280几点长黑，一定市场上没人敢告诉你可以做多。好，指数还没透过大财富，绝对没人敢带你做多。那我在上礼拜我有讲了，唯一可惜上上礼拜我开的比较高，所以错失了比较好的买点，但是我仍然尽量利用上礼拜五盘中震荡拉回的时候，在整个中尾盘带着新角色大财富的家族成员逢低去买进。那上礼拜五中尾盘拉到相对压下来的过程当中，买在上礼拜五的相对低档去买进，今天开高我们大财富的多单获利出。那获利出之后，我不是说我一定要放空，我还是在等震荡拉回，我在寻求下一次的一个出手时机。那当然如果时间来得及，下一次如果 出手时机来得及，我一样我会在节目当中善意的跟各投资者做个提醒的动作。好，那回过来谈到整个大盘加权指数，这礼拜短线就是这礼拜设定准会的会后声明跟财报的好坏。那这个我先跟你讲，这个只会影响短线的涨与跌。那如果说猜联准会这礼拜是可能会有什么会后声明，其实很简单的，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了。第一个应该是暂停升息的几率高，是好，但是虽然鲍尔会后声明会跟你说暂停升息，是，可是我认为他马上跟你说终点利率近了，他这句话不会讲，对，就好像上礼拜四的 ECB 欧洲央行一样，他会怎么跟你讲？话不说死。你看哦，他也是上礼拜，欧洲央行也是暂停升息，对，但是他也没跟你讲得很白，说，我从此不会再升息的，没说，他绝对都不会讲，对不对？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可能在这礼拜四的联准会会后声明，应该还是可以是暂停升息，但是不排除未来还有升息的空间。所以12月14号还是有伏笔，不排除以后还有升息，未来还有升息空间。然后第三个就是利于高利率维持一段长久的时间，我觉得还是老调重弹啊，都还是这些话，就是继续把大家 hold 在那儿。但是这些话讲出来之后，我们就很简单嘛，就你觉得是偏鹰或偏鸽，这就见仁见智了啦。对，好，但是说12月14真的会升吗？其实现在大家都对于说12月14升息的几率都还不到30%的。好，也要看后来的一个经济数据的变化。但是就已经大概跟你讲说，所以这个我把可能联准会的会后声明的一个结果跟你提供给你做参考。那市场要解读偏鹰偏鸽就见仁见智的。如果市场认为是偏鸽，那很简单，美国的公债殖利率那一定会拉回，股市短线一定会反弹。那如果市场就觉得你还是太阴了，对吧？太阴了，或者说看那美国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利率的一个什么点阵图，那如果市场是解读比较偏阴，那美国的公债殖利率短线会往上冲，那短线往上冲，那股市可能短线就会压力会再稍微比较大一点点，但是这个都是只会影响短线，这针对大盘的看法，波段我个人看法没有改变，就是连线上下区间震荡打底。但是个股的表现差异度会很大，所以这边一定要慎选个股。但如果你除了慎选个股之外，你要好好解释你手上的股票。好，如果你手上的股票，你总不希望在这个震荡打底过程当中，跌都天天跌到你家的股票吧？真的，对，重挫都是你家的，涨的都是别人的股票吧？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持股问题的，震荡打底，细脚师，我的手上股票该不该留？未来有没有机会？你有任何持股问题的，你可以打电话进来问我，你有任何持股问题来找我。好，那这区间震荡打底到什么时候？我个人看法没有改变了，这个上礼拜五还是这样跟你讲，对不对？当联准会暂停升息，美国长期债利率见顶开始回落，股市走末段行情，美债开始进入长多，这个看法没有改变，这是末段。你不要说，联准会暂停升息，股市大多头来的，我想末段就是末段的了，这个以后这个看下去，待会。都会谈到，因为在整个美国的这边利率就跟你讲了5%以上，为什么叫末段？为什么股市现在压力这么大？我这个我们讲过，第一个，现在美国公债殖利率5%，利息就是5%，一年赚5%，你股市还一年不一定赚到5%，所以一定会有人弃股买债，一定会有人弃股买债，因为这边几乎赚钱的几率高，就算你利率再涨，
空间有限。为什么利率再涨的空间有限？这个我讲过，借贷成本已经在越来越高了，对不对？也许各位投资者你在身处台湾，你没有感受到，你去美国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哦，你自己想一想，如果你现在的利率，你现在你的借贷成本是7%到10%，哦，你看你会不会有感？你的房贷利率叫做明年8%起跳，你会不会有感？你现在会，我看现在在美国之前的就另当别论哦，只要现在是新的房贷就是8%起跳。哦，房贷利息就是8%起跳。你现在银行，你美国的政府公债就是5.多%的，5%的，银行借你钱，你都要收银行5%利息耶。你买债就是你是借钱给银行啊，借钱给美国政府哦。你跟美国政府收利息都要收他5%的。那我想请问你跟民间呢？你跟其他企业呢？你不收超过5%，才有鬼。所以我会跟你讲，这一定会出问题，而且明年这个不用我讲啊，联总会跟你讲明年降息啊，只是从原来预估降4码变成降2码，但是明年就一定只有降2码，这都很难说啊，也许更少，也许更多啊，只要我美国经济撑不住，对不对？那我降息的速度一定会加快。对，好，这个其实我们也就讲过，历史就看你信不信会不会重演嘛，会，对不对？历史会不会重演嘛？会。当然，我不敢说时间一定一模一样，但是这是早晚一定发生。是，那来到5%以上，最后，我想不是3年5年，很多人说啊，这个利率维持更长更久，哦，可能还要2年，还要3年，还要8年10年，美国的利率才会下来，哦，那个股市那个经济才会衰退，股市才会步入空头。我就跟你讲，你看这几年嘛，你从2000年呐，从10393跌到3400的，你去看花多久。你真的不想，你真的去找一找历史资料了，因为台股的月线图去翻一下看一看。2007年呐，啊，台股之后从2989、3955是多久就让你看到？我想时间都很快，哦，那个降息的时间都非常的快。这个我跟你讲，你如果相信5-6%以上，美国经济早晚出事，那我就告诉你，这个一定，所以人家才会讲这些话，哦，这一定都没有改变。这个我在上礼拜跟你讲过吧。你看美国十年期公债2006年新高啊，2007年10月、6月新高，10月就降息了。对啊，2008年就出事了，哎，很快啊，4个月，我想就很快啊。当然我没有说这次一定是什么，一定四个月之后就降息啊。但是已经其实已经大家心里有数，明年我一定要降息的。对对，不会那么久。明年一定要降息的，再就降快降慢的差别了。对。对不对？那你说我回过来，你买美债的人，这里就算你买的被短套，你已经知道明年美国一定要降息，你一定要赚钱啊，是，对不对？早赚晚赚一定要赚啊。啊，你如果只要降息速度一下去呢，对不对？我跟你讲，这都很快。所以为什么从美债的 ETF 部分，我该讲的都讲过，用一个国泰20美债，这个我都举例说明过的了。好，这个我相信我都讲的蛮详细的。好，你可以说这个叫你一定看的，几乎。不敢说100%，80-90%你一定看得到赚得到的嘛。他说80-90%啊，我们常在讲股票市场就是一个几率嘛，你80-90%的赚钱的几率高达80-90%，你为什么老是要心存侥幸去赌那10%？明明他说历史已经告诉你80-90%最后一定，只要来到5-6%以上，对，只要来到5-6%以上，最后一定会股市会怎么走，然后美债会怎么走。这个历史都已经告诉你了，80-90%啊，你就站在80-90%那边。真的，我不相信长期下来你会是输家。是是，对，除非你自己乱做，对不对？除非你自己乱做啊啊！我看完我的节目，认同我讲的，卖了三天没去，受不了就卖掉。那你说你停损出场，我真没话说啊，对不对？那这个也讲的啊，对不对？你如果有的人该如何操作？哦，甚至包含啊，到底要买长债短债？哦，买短债还是长债好？我个人是压第二个的，好，你如果比较中庸的，你就第三了，去压短暂没意义了。我个人还是这么认为啊。然后你那个就是稳稳赚5%，不是说不行啊，可以啦。但是你要错过这一次，等8到10年，你要赚这，我讲白点，买都是金汤，要赚的呀，要赚这种大行情啊。对，那要赚大行情，你就不要去买短债，你就是直接拼长债。哎呀嘛，你现在不敢直接拼长，你就长贷短贷都有嘛。啊，哪天你越接近要降息的时候，你就赶快把短债卖掉去买长债。哦，我个人看法没有改变。好，这个该说的都讲很多了。哦，不是除了在美债，你现在只看到眼前的跌，
但是我看到未来的一个涨，那就好像刚好像嘛，说投资，我会说投资为什么很多人做股票做这么辛苦，很可惜，没赚钱，对不对？你看到的是眼前的跌，我看到的是未来的涨。那你看之前的 AI 呢？你看到的是眼前的涨 ，AI 你看到之前今年七八月你看到是眼前的涨，我看到的是未来的跌啊，对不对？你看到的是眼前的涨啊，那时候 AI 有没有现在的 AI？ 你现在回过来我讲对不对？你各位亲爱的投资人，你救我们给哪一个人敢，哪一个专家敢在三个月前跟你这么讲？全市场最疯最热最看好的 AI 直接跟你讲，现在的 AI 都去加，你就不要怀疑，就是这里，对不对？你只看到眼前的涨，还在涨还在追，你有没有看到未来？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未来？短线价差很大，最近三个月全部套，八月九月十月连套三个月。对 AI 股是套你三个月的吗？有没有中长期套牢者啊？对不对？是不是该说的？你看最后的结果，哦，都完全都验证，是都验证。那大股东一百二十几卖掉，漂不漂亮？你现在都这等那个价等不到，而且我都跟啊，有时候看到这个我都觉得很好笑。是，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在那边，很多人为什么专投资人会买在一百四、一百五、一百六？因为法人都喊买一百八、两百呀。结果呢？起码多少呀？剩九十几哦。你看那个外资最近在喊伟创，目标价剩一百二，下修的 连外资都跟你讲啊，就他只看一百二，啊，你买加买安怎？他的一百二都比黄金卖的价位低的啊！投资人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对啊，啊，你看你八月份你要买谁？华通，对不对？八月份你要买谁？国巨，啊，你说最近国巨涨上来啊，我来讲大概就是。六百上五百六到六百上下了，嗯，哦，阿里起码五十几，你看你自己要赚多少？哦，我现在很多人要看国巨啊，我个人跟说，你别被让白细胞股以后去被国巨。对啊，现在风险比较。那如果你问我国巨大概就是五百六到六百上下了，哦，紧绷掉是六百上下了，我话我点到这边就好，所以他不多讲。当时我会这边叫你买，一定就跟你讲大概就五百五到六百了，对不对？啊，其实现在所以今天收盘五百四上下，你要不要买它嘛？所以为什么这边已经五百五十几，我就不会叫你追了，对不对？你要买谁嘛？那之前做过的，我想过去不多谈。那这个月初也是一样啊，你看人家伟创涨停板，大家都在买。这个月，我有时候坦白讲，我看到投资朋友的那个叫做眼神啊，或是心情啊，或者看到一些其他我们同业专家的那种表情，我就知道说，这今年他这个月就是买 AI 套牢。对。哎，今这个月买 AI 套 AI 的分析师哈，同业的专家，那个他那个脸色都不好看，对，你看那个两百九还在叫你卖，你回过来月初要买，刚好是买伟创，买 AI， 我相信你当时大家都在讲 AI 啊，只有我跟你讲伟创啊，对，八月份大家都在跟你讲 AI， 我跟你讲买华通买国巨啊，阿贝亚的，看来呀，上海我卖的，我卖的，那大家再来追。对不对？啊，现在不是下来了？那再来，我下来，我最近是看到的，我宁可买这只，这个产业基本面就顶到这边。好，那你这档股票今天又打下来哦？对哦，是买点吗？打盘杀很多，是买点。我坦白讲，这边杀下，我今天有买哦。我有叫家族成员买哦。上礼拜来找我的新朋友，对，我今天有叫他买哦。上礼拜五来找我的，今天买。那为什么觉得这边至少买一下，拼一下你的风险在哪边？那你看他最近不是都沿着一季线在走？对，我们就很简单嘛，就线论线来讲嘛。对，你说技术嘛，对不对？技术面来操作嘛。啊，现在来到不是来到月季线，你在季线买它，我们说真的，阿利亚万一不对，破季线，真的让你套牢赔钱的停损出场，啊，你会赔多少？你会像伟创赔30-40%吗？你会像技嘉赔100多块吗？你会像广达或其他的什么光宝科？亏了好几十趴，好几十块，甚至百元嘛，我相信绝对不会啊。你看你现在如果这个打下来，你再季线买它，万一不对，你卖我现在1-2%而已啊。你的风险我讲白点，你不到3%。啊，你风险不到3%，我过高就将近20%，可以吧？风险3%，过高拼20%。这个就是我们在做股票什么几率高低嘛，第一个赚钱的几率高或低，好，往上创高的几率应该有80%，我不敢说100%，
好啊，往上创高几率80%，再来往下破底的几率20%，往下如果破底，你可能停损输3%，但是往上上去80%的几率过高，过高往上过高，你可以赚大概将近20%。好，3%跟他拼20%输赢，好应该有拼命吧？那这不是这个跟之前在这边400拼计价又是370、380拼计价，你怎么当然怎么拼怎么输啊？270、280再跟人家拼，不要说270、250、260以上拼广达，你怎么拼？你当然是怎么输啊？对，风险跟利润你要衡量啊。对，但是现在下来的，好，这个这样可以了吧？我觉得季线附近你逢低买，你真不对破季线，好，我跟你说声抱歉，停损出场嘛，可以吧？好，啊，你季线守稳，也许真的来创新高，你拼20%获利啊，报酬率啊，可以吧？那你说在整个 AI 的部分，哦，这个下来这时候我会讲哦，越接近这条年线，越接近这条天线，你去买它，你风险越低。好，啊，离这条季线越远或半年线越远，好，你的利润就越大。我没有改变，所以你看这时候下来，只要它敢下来，我绝对敢买。但是什么价位买？因为你知道它每天计价震荡幅度10%，小摩啊十块，啊如果大一点的波动就20块起跳了。是，对，每天10几20块的价差，怎么买怎么卖，对，还是每天震荡10几20%价差代表什么意思？你买高的，你不来找我的人，想要省那个小钱自己买的人，你追高的买当天买高的，你就差一张就差10000啊，5张就差50000啊。啊，你会买的买在低的，你一张就差1-2万啊。哦，可以吧？那光宝哥一样，这礼拜这礼拜法说会，好，哦，如果以上如果有再下来接近季线，你可以留意，好，哦，越接近年线，讲错，越接近年线，好，哦，你看都还没有像样反弹过，越接近年线又可以留意。但是为什么尾算不要叫你碰？你看这反弹已经没有空间啊。对，如果有下来，也许我就有兴趣，嗯。但是如果它直接反弹，请你站在卖方。那如果你认同新杰老师操作理念的，或者你有兴趣，不管在好良辰美景，或者说AI 股的抄底买点，有兴趣的投资者，欢迎你可以来找新杰老师我，好不好？谢谢大家。好了，非常谢谢王信杰分析师，大家真的要很努力的克服人性的弱点哦。有任何不对的地方，有任何这个怀疑的地方，就赶快请教专家。明天下午的2:40，也请您持续锁定趋势百分百。我们再会，拜拜。